怀咒。大师兄，我们被伏击了。你伤得很重，我们先回苍山再说。陆云川带着伤重的小师弟踉踉跄跄地回到苍山，二人将此行的遭遇向掌门做了汇报。小师弟讲述了当天遇袭的经过，当日放走的狐妖向萧王报信，萧王趁三人不备，带领一众小妖发动了伏击，三人乱战中被打散，小师弟带伤奋力反抗，奄奄一息，直到大师兄回来接应。掌门迁怒于陆云川放走狐妖，导致师弟们遭遇灭顶之灾，将其逐出师门。陆云川懊悔不已，带着深深的愧疚和自责，将两位师弟的遗骨送归故里。客官且看，前方便是五里坡，沿栈道前行数里便是河西村了。我听闻他们村里近日颇不太平，客官不妨在村中多逗留些时日，找些人结伴而行。
看，快看，那道长终于开始驱妖做法了。这道长一看就很有道行。时辰到，有请道长做法驱妖。呀！天道不如三五成聚变聚，出遥遥入冥冥，气不到气通神。急急如律令，妖怪退散。嘿嘿嘿。此处妖孽被我用独门秘法驱散，想必可保你们一方太平。喂，安全厉害，健康啊，你有劳道长了，我代表河西村一众老小谢过道长。不是，妖怪来了，妖怪啊！你且快扶此妖魔呀！救命啊！贫道法号玄虚，刚才略施道法引妖出洞，本打算一举收拾这些为祸河西村的妖孽，不想却被你抢先一步。除掉这些妖孽对贫道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不过看你刚才也竭力相助，这份侠义心肠贫道十分中意。你我乃同道中人，贫道还要在此应付乡亲们的酬谢，你可以先行到村长处报信。
想过这福子渡，不去。这是为何？近日村子附近闹鬼，这河里也不太平，终日妖物弥漫，别说是摆渡，平日里打鱼的人也看不见了。那你为何还留在此处？我和大哥在这河边摆渡过日，前些日有人想要渡河，给的酬劳还算丰厚，大哥见财心起，决定冒险一试。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前往沉船湾寻大哥下落，我便拼死把你送到对面。愿意一试。大侠站稳，前方雾气甚重。水下有东西，不是。凶险，我和你同行恐怕会拖累你，我们就此别过，如果有幸访到我大哥下落，烦请告知。你且放心，